芒果捞新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Ness。其实的话，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期待，然后在来之前，然后也大家也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的激动有这次的机会。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我自己这关我是过的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我之后的一些舞台。挺好的，我觉得大家表现的都非常的卖力，然后底下的粉丝应援也特别的好，然后你在台上也非常的开心，然后非常的激动。对，然后我的话就是说前面都是 OK 的，然后但是今天在 Attention 的时候，我要给大家道个歉，也给我的粉丝道个歉，因为今天在上台之前我没有检查我的耳麦的线，所以导致中间的时候掉了，然后虽然我抓住了一直在唱，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影响到了我整个团队，也非常就是说效果没有出来那么好，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遗憾。对，今天希望下一次还能继续合作，觉得还也是挺好的，挺开心的，而且每个人都很卖力很努力，包括之前我们有彩排过很多次，然后希望给大家表现一个好的舞台吧。对，牛油龙虾小龙虾。其实我们经过这档节目收获真的是蛮多的，其实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这么多位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，因为可能我们的人生经历并没有这些老师们那么多，所以说从他们身上我们吸取到了很多经验。接下来我们会有新的专辑，然后在准备当中也会跟大家见面，然后同样我们的新的巡演演唱会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。期待。当我数学这个手势的时候，就代表你们真行。好，星辰说特别棒。你们喊得特别卖力，我们都听得到。然后，辛苦了。月华妻子牛不牛？你是我的烤牛油。哇！freestyle 能力可以啊。我都，就是我们都听到大家的热情，然后希望回去多喝水。对，多喝热水是吗？对，哇。